上车。哎呀，多亏有你啊，我从8点钟等车啊，一直等到现在都等不到的呀，我不然就迟到了呀。不用客气嘛，反正油费是要给你收的。哎，你这车上怎么这么多东西啊？汽水、打火机，还有眼镜啊。哦。还有的香水。哦。啊，你不知道这些东西会爆炸吗？夏天，太可怕了，不行，我下车。哎，你冷静，这些东西会爆炸，你给我说清楚哦。哎呀，你开了那么久的车，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啊！哎，看来我要帮你普及一下了。哦。到底这些传说当中的爆炸包有几普遍，不妨先来做个简单的调查。喂，天气这么热，我们依然坚持在工作的第一线。今天我要做一个调查，大家看到我身后停了很多车在这里。现在我就会看看这些车里面有没有放着一些打火机、香水瓶、老花眼镜，又或者是罐装汽水的。摄像师，我们行了。找了几部停在路边的汽车又会有几难呢？不出10分钟，调查员就完成了调查。经过调查发现，车上放有香水樽的比例相当高，10台车当中就有4台放着香水樽，而其他3项出现的比例较低，有少量汽水樽、打火机，目前没有发现有老花镜。根据我的统计，看来香水瓶出现率真的挺高的。那我们首先就来验证一下，到底在车内放香水瓶会不会爆炸呢？下面我就要收集做实验的道具和数据了。首先我会先买3瓶不同价钱和质量的车载香水。调查员来到汽配城汽车美容店 4S 店买车载香水，计低3款车载香水的价钱和某种物质的含量，这种物质是我们做实验的关键线索。大家听到某种物质的时候，是不是又觉得我在卖关子呢？是的，嗱，阵间就会告诉大家知到底这种物质是什么的了。香水就买完了，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收集数据。我而家就嚟到咗汽车专卖店呢度，大家睇下呢度真係好多车啊！咁其实呢度嘅车呢，大部分都已经喺户外布晒咗半个几钟㗎啦。而我哋要做嘅呢，就係搵一部车用呢一个温度计呢去测试一下佢车内嘅温度系几多。Go！调查员来到停放在户外的汽车上面，用温度计测量停放在户外的汽车内温度。半个钟都未到，导演就叫我出来看看情况了。我们即刻来看看先。哇，车门好辣啊。喂，头先我伸手攞呢个温度计嘅时候咧，感觉车入边咧就好似蒸笼咁，简直可以焗桑拿。咁我哋而家即刻嚟睇下温度计所显示嘅度数系几多？哇，已经超过咗60摄氏度度啦！哇，可想而知部车入边系几咁热啊！接落嚟咧，我哋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咯。去边咧？睇落去你就知道。而家咧，我就嚟到咗实验室呢度啦。当然咧，我哋今日系嚟做实验嘅。咁大家睇到咧，而家台面上咧摆住有3款唔同嘅车载香水，都系我辛辛苦苦买翻嚟嘅。咁我哋首先嚟睇下绿色嘅呢樽咧，就系喺汽配城买翻嚟嘅，用咗10蚊。咁而中间嘅呢樽咧，就系喺汽车美容店买翻嚟嘅，用咗40蚊。咁而蓝色嘅呢樽车载香水咧，就系喺 4S 店买翻嚟嘅，用咗60蚊。咁喺呢个实验当中咧，我哋仲准备咗一盏酒精灯嘅。好啦，下边嘅时间即刻开始我哋今日嘅实验。从调查员买翻嚟嘅车载香水成分说明当中，我哋可以见到3款香水当中都标明含有酒精成分，可见车载香水都系含有酒精噶。所以呢啲香水入边咧含有酒精嘅，咁有酒精嘅存在咧，亦即系话有燃烧嘅可能性存在。咁所以我今日嘅第一个实验咧就系检测一下呢啲车载香水嘅可燃性。调查员先将3款车载香水都倒入小喷樽嗰度，并且写明来源，分别对准酒精灯嘅火焰进行喷射。4S 店开始喷射，冇发现火苗。汽车美容店香水开始喷射，冇发现火苗。2款香水都冇火苗嘅产生，唔通香水唔会被点燃？
再嚟睇下第三种香水啦。最后喺汽车城嘅香水喷射，哇，产生咗火苗。三种香水剂剂喺喷射咗酒精灯之后，其中汽车城买嚟嘅香水嘅燃烧程度最猛，其中两种几乎冇见到。大家看到車載香水含有酒精的，遇到火的時候就很容易會被點著，可能大家會問車裡面又沒有火，車載香水放在車裡面，難道會自己燒起身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就要請教一位專家，等他來告訴大家答案。夏天天氣炎熱，車內溫度過高，如果香水瓶子設計成一個凸凸鏡的結構，在陽光的照射下就會產生聚光點，在極就會得到溫度就會達到上百攝氏度，进而引起自燃的可能。原来是这样，广东的夏天太阳猛烈，停在户外半个钟的车，车内温度就可以到达60度以上，同时有一些香水瓶的造型类似凸透镜，在阳光下可能会产生聚光点，温度更加达到100度以上，就会有可能点燃车内物品或者是香水樽纸包。如果是酒精浓度在 40% 至 80% 之间的车载香水，它的燃点在19摄氏度到 26.25 摄氏度之间，无论车内温度定是香水瓶的聚光点的温度都大大超过车载香水的燃点，所以虽然车内没有明火，车载香水一样有可能自燃。既然玻璃造型的香水有可能会爆炸，那塑料瓶装的香水又会不会爆炸呢？我们继续实验。前面亦都提到，调查员发现阳光下暴晒半个钟的车内温度达到60度以上，这一次的气体膨胀实验就将温度定在60度，调查员用了三个气球三个试管。现在我身边的这个就是电热恒温水浴镬，同时我们将温度已经调校到60摄氏度，也就是说这个镬里面的水它的温度是会保持在60摄氏度左右。下面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实验的一些道具，当然少不到我们的主角三款不同的香水气球和四支试管的，其中三支试管是要装等量的香水的，还有一支是装清水作为空白对照使用的。装完之后我们会将这些气球就粒在试管口上面，然后再将这些粒好气球的试管全部摆入这个恒温镬里面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气球会发生什么变化。短短30秒内就有两个气球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其中一个气球有轻微的膨胀效果，触摸可以感觉到里面有气体，这个试验讲明了什么呢？因为香水中含有酒精，酒精易挥发成气体，在温度过高的情况下，如果瓶子是密闭的，气体无法释放出来，就会导致瓶内的压强过大，就会产生爆炸的可能。看来除了对香水樽的材质有要求，连香水樽的樽身设计也都有严格要求，因为如果你的车载香水樽是采用喷雾设计，一旦喷雾口被塞住了，升温膨胀的气体无法排除，就会很容易引发爆炸的粒。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实验视频，接下来用高中低档的车载香水来做实验，在消防员的协助之下进行。根据调查员之前的调查，夏季的车内温度会达到60几度，所以消防员将一个玻璃罩盖住香水，模拟车内的密闭空间。在太阳的暴晒之下，第一款香水没过几耐喷涌而出，香水樽却没爆炸，即便是这样冲击力亦都不小。那车载香水在高温之下可不可以爆炸呢？调查员接着对第二款和第三款进行了实验。
哇哇哇！喺温度达到近70度嘅时候，其中一款车载香水果然发生咗爆炸，紧接住发生咗燃烧，破坏力极强。可想而知，如果爆炸发生我哋车内，会有点样嘅后果？而且调查当中，我哋仲了解到，咁一个车载香水，即使冇发生爆炸，但由于入边含有酒精同香料成分较高，长期吸入嘅话，对我哋嘅身体健康亦都会带嚟危害。比如对呼吸道的一些影响，咳嗽啊、哮喘、头晕、头疼、恶心、呕吐等一系列的症状。嗱，夏天咧，大家都希望部车咧可以空气清新一啲啦，同埋冇任何嘅异味啦，但系又担心会爆炸，唔通真系唔可以买车载香水？采访当中，专家话俾我哋听，车内想除去异味，令其空气清新嘅话，可以选用固体香膏或者竹炭，既方便又安全。即便你选用咗香水，亦都要选择进口容易挥发嘅，而且含量较少嘅车载香水。同时更加唔好选择最干嗰啲瓶体，香水浓度亦都尽量选择淡香型。除咗车载香水，车内仲有边啲隐形炸弹？不小心将打火机放入车入边，会不会发生什么情况啊？老花眼镜亦都会爆炸，我想了半日都想不出到底会有什么危害呢？老花镜放在汽车里面怎么会有危险呢？火花或者爆炸或者是怎样，有一点我听过。炎炎夏日，我们应该怎样注意车内的隐形炸弹呢？上面讲到，调查员通过对车载香水的两个实验，燃烧实验和气体膨胀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慎重地选择车载香水，因为车载香水含有酒精，同时密闭的香水樽和我们平时会遇到的高压锅爆炸的情况比较类似，是因为内部产生气体，而且气体无法释放，导致容器受气体产生的力过大，导致破裂爆炸。所以各位在揀车载香水的时候要注意啦，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香水。咁除了车载香水之外，我们的汽车上面还有哪些潜在的定时炸弹呢？打火机、老花镜、罐装汽水会不会爆炸？香水的危险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其实还有一些物品放在车里面也是非常之危险的，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了。火机就不用说了，在高温的环境下肯定会自燃自爆的，它的道理非常之简单，跟香水瓶一样，而且这个火机里面装住的就是易燃易爆的液态丁烷，危险程度比香水瓶更加高。首先我们来看看打火机不在车内的时候爆炸是怎样的现象。车内遇到高温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这个实验使用的是部废汽车，在空旷环境之下进行危险实验，切勿模仿。下午3:15，面包车被太阳光暴晒了20多分钟，车内体表温度升高到68度。车内传来一声巨响，吓到拍摄人员镜头一阵乱晃，打火机的威力是非常惊人的。通过画面回放，我们发现爆炸的是其中一个绿色透明的打火机，爆炸瞬间有一股白色烟雾，火机随便四射，爆炸产生的气流还将隔离的打火机弹到米几远的地方。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副驾驶座上面的气球已经被爆炸的打火机碎片刺破，有些碎片飞到后排的座位上面，而且呈现尖角状，这个对人的眼很有杀伤力。所以打火机是车内绝对的禁止品，千万不要将打火机遗留在车里面。普通打火机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液态丁烷，
丁烷这种东西属于一种易燃易爆的化学品，它的沸点是零下0.5摄氏度，它的闪点呢是零下60摄氏度，所以说随着这个打火机周围的温度不断的上升，丁烷它在这个打火机内部呢也对打火机造成一定的压力，当这个压力超过机身所能承受能力之后，就有可能造成这个丁烷的泄漏或者是引起爆炸。然而在夏天呢，车辆经过暴晒之后呢，车内的温度会达到60-70度或者更高，所以说在车内放置打火机是极易引起爆炸的。嗱，如果係因為烈日暴曬而導致車內嘅火機自爆嘅話咧，呢一個咧係屬於人為原因損壞車輛。正常嘅情況下咧，保險公司咧係唔負責賠償嘅。嗱，除非咧你係買咗專項嘅保險嚇。嗱，講完呢個火機之後咧，我哋再嚟講下呢一個汽水瓶。咁其實喺之前嘅節目當中咧，我哋亦都做過實驗噶啦。喺暴曬嘅情況下咧，呢個汽水瓶咧亦都係好容易會爆炸嘅。咁大家知道啦，氣體啊嘛。在太阳的暴晒之下，可乐樽开始逐渐膨胀，冇过几耐，只听见一声巨响，砰！爆炸冧。碳酸类的饮料、充气的饮料，比如说你的啤酒啊，比如说你的可口可乐，甚至说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很多所谓的爆果汁，就充气的那种饮料。那么它里边都是把那个二氧化碳气，高压的二氧化碳气打入到你的水里边去。那么呢，你这个东西在受热的时候，那气体膨胀，压力很大，自然如果你超过了你的瓶子的承受能力之后，它肯定会爆开。所以说呢，这种东西都是一些安全上的隐患。那么我们尽量避免对于含气的饮料，让它在阳光下进行暴晒。汽水瓶咧放喺车入边咧系有一定嘅隐患嘅，咁接落嚟咧，我哋再嚟睇下我手上嘅呢副老花眼镜。可能咧有观众朋友会问啦，话唔系啩琪琪，唔通眼镜放喺车入边都会有危害？我哋先唔讲咁多，我哋先嚟睇下咧各位街坊系点睇噶。老花镜放在汽车里面怎么会有危险呢？就是没有是吗？应该没有危险吧？引起那种火花或者爆炸或者是怎样？有一点我听过，但是确实的，理解我就不太清楚。老花镜啊，应该没影响吧？没有吧？透过光镜的车队很暗的光，不存在那个有聚光要火珠啊，要着火的这个可能的，没可能的，对吧？老花镜的话，因为它反光度比较高嘛，有时候它因为它镜片比较厚，所以就会聚光，可能会烧坏车那个皮革那样了。专业上老花镜的话，我们分为三种，一个是单光，就是单纯的一个看近的老花的度数，然后一个呢就双光，它可以满足你看远跟看近，还有一个呢就最好就是三光了，也是我们俗称的近近，它可以自动调节从远到中距离到近距离，这样是一个自然的过渡，就可以满足一些人不同的视力需求。在我们的街访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大部分的市民都是不清楚的，老花眼镜也都会爆炸，难道是因为镜片在高温之下会爆裂？我想了半天都想不出到底会有什么危害呢，直到我做了下面这个实验，我才恍然大悟。我哋选择咗喺高温天气下进行实验。首先，我哋先准备一张报纸铺咗喺桌面上面，跟住将购买翻嚟嘅镜片较厚嘅老花眼镜固定好，然后调好老花镜嘅聚光位置，慢慢观察。喺太阳光嘅照射之下，老花镜形成嘅聚光点慢慢产生热量，报纸亦都发生咗反应，冒起咗烟。最后报纸被烧焦，咁点解老花镜可以点燃报纸，而我哋戴咗佢又唔会伤及眼球嘅咧？本身凸透镜它的原理呢，就是可以聚焦的，但它聚焦的前提是呢，是它要通过一定的距离，让它这个焦距能达到一点，这样子它才会产生大的热能。本身我们戴老花镜的话，戴在眼睛上，它那个距离呢，基本上只有在1厘米左右，所以它那个呢，完全提供不了这个可以聚焦成像的这个因素了，所以不用担心它会伤到你的眼睛。然后呢，它确实是可以点燃报纸啊或者一些可燃物，但它
前提条件是距离要满足那个它的一个焦距，然后达到一个焦点，这时候它才能点燃。所以因为镜片同眼睛的距离关系，所以老花镜一般不会烧伤眼球。但我们讲老花镜放在车里面就不一样了，一旦老花镜在车内形成聚光点，车内本身或者物品就有可能被烧焦甚至被点燃。就在今年，在扬州市的汉江区，72岁的范春生老人发现在邻居屋企入边发现一阵阵的烧窿的味道，而邻居屋企又冇人，于是立即报警。消防员赶到，从阳台入去一睇，原来邻居的老花镜放在台边，台面隔离的地上正好放咗个盆，入边装住冲凉换低的衫。嗰日的太阳好好，通过老眼镜的聚焦折射，将啲衫照住起身，好在扑灭及时，咁先避免一场火灾的发生。同樣仲有一條咁樣嘅新聞報道，遊客鄧先生參觀世博園嘅時候，由於打火機唔允許帶入世博園而被沒收，佢嘅煙癮又犯啦，想食煙，冇打火機點算呢？於是隨即企到太陽底下，用手入邊嘅眼鏡聚光用焦點對向住香煙，大約五分鐘之後，香煙逐漸冒起咗青煙。呢位鄧先生露出咗滿足嘅微笑，隔離圍觀嘅遊客都非常震驚。據了解，鄧先生落嚟點煙嘅係一副300度左右嘅老花鏡，利用就是老花眼镜的凸透镜聚光原理。经过这一系列的实验，我们得出调查结果，夏天来了，最好不要在车上面放置玻璃香水樽、打火机、罐装饮料以及空气清新剂，因为高温环境之下，在这些密闭的容器里面装有易燃易爆液体气体，容易发生爆炸。而有老花的朋友千祈不要将老花镜放在车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凸透镜，容易聚光，有可能烧着车里面的东西。好啦，今期节目又差唔多咯，希望呢期节目咧对大家有所帮助噶。咁如果大家喺生活上边咧有啲乜嘢疑问，想帮我哋调查，又或者解答嘅话咧，可以上新浪微博 @GDTV 生活调查团留言俾我哋噶。同时咧，亦都可以扫描我哋屏幕上面嘅二维码，关注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当然咧，亦都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83887085向我哋报料噶。今期节目系咁多啦，下期同样时间记得黐住我哋嘅生活调查团啦。